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吻戏吧。哎、欸，你来了！等一下，让我深呼吸一下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！来啊！就我就没亲过男生啊，然后紧绷亲脸颊，但这次亲嘴啊，然后又是一个很畸形的亲。刚开始我其实，在拍之前，其实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。哦，什么话我讲不出来了。第一次拍这种东西就献给男生。我也是哎，奇怪。我将来怎么有感情的亲女生呢？这种心情你懂吗，徐涛？我打算会不会表现得太无奈了？你要怎么样？要强吻哎。有点像第一次要跟女生约会那种感觉。Action！ 第一次我们就这样碰着，然后就只是好像很深情这样，但是没有动啊，就只有碰着。然后他就说，要有一点，要有一点那个。Enjoy 的感觉就啊。3, 2, Action！ 就其实一亲下去，反正一闭眼，然后就感觉哎，好像是一个妹子在亲我，我就开始投入，然后把他拉的，是不是不错？给我用力亲，不要在那边，不要在那边，你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来啦！真的假的？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搞不好你超有的，杀青！哦哦哦！